搭配台语老歌，来一个伸展筋骨操。为了照顾社区的阿公阿嬷，理事长邱伟文积极推动老人共餐，结合体检健康讲座，用心为长辈服务。每个月菜色多样又丰富，不管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，或是固定班底，对社区充满认同感。透过聚会联谊的机会，大家一起越活越快乐。第一次朋友拉我来，都是很开心来这里吃饭。有鸡酒，够鱼。啊，够有萝卜，够有青菜，好丰富！大家一起共餐，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。大把青菜放入锅内，热心志工用暖心料理温暖长辈的胃。讲求健康无负担的料理，志工全程为长辈把关。理事长邱伟文感谢这群大哥大姐的无私奉献，长者照顾长者，小小的活动中心不止飘香，也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。我们自己楼上有可食地芹，就是自己种，然后就是志工妈妈自己煮，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作业，可以为我们的食安把关，所以是吃得很健康。我是欢喜心甘愿做的，哎，我的团队大家拢足好的，大家都是好姐妹，都会帮忙。我们都是以快乐的心情来替我们这些长者服务。就是要鼓励他们走出户外，这样啊，一方面可以跟五个里的里民这些长者有互通交易的机会，少一点孤单，多一些陪伴，鼓励长辈走出家门。在理事长和志工用心推动下，希望碧湖社区的老宝贝们晚年生活更多彩多姿。中央新闻陈佳云综合报道。